万先生，万先生，范总啊，别动。李维山的头部出现了水肿状况，血管压迫的是神经。他会看不见吗？是的，之前他就出现了间歇性的失明状况，现在是彻底看不见了。民间有种说法，男怕穿靴，女怕戴帽。 或许不太科学，但还是很形象的。李维山走进了他生命的最后旅程。他还能活多久？没多少日子了，尽量让他的人生不要有遗憾吧。谢谢。 珊珊现在的情况，我知道她现在的情况很糟糕，所以我想为她做点什么。老公，这次能听我的吗？你陪着她，去你们曾经去过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她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，我希望在她最后的时光里。 媳妇儿，你的意思是？去吧，老公，我等你回家。媳妇儿。
珊珊是我的闺蜜，也是你的好朋友，她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我希望你能多给她一些快乐，答应我好吗？珊珊姐，你看这花老好看了。哎呀，好香啊，这花一定特美。是啊，很美啊。宝贝儿，来把这花放到桌子上去啊，慢点啊。怎么了你？哭什么呀？哎，别哭啊。你说是再坚强的生命，也抵不过命运的安排。一切都是老天注定的。珊珊姐，俺一直以为你是培培姐跟墨西哥婚礼的小三，俺误会你了。哟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哭别哭啊！你说，我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，我怎么可能在乎这些微不足道的误会呢？我没放在心上，你也别自责。珊珊，我谢谢你。谢谢你为我们的餐馆做了那么多，谢谢你送我的名牌包。我也谢谢你。别谢，你们谁都别谢。我真的很幸福，我能够活到，能够坦然的赴死，能够坦然的接受你们对我的送别，我知足了。不过我告诉你们啊，这身体啊，就像是刷信用卡，这刷的时候啊特别爽，这还的时候啊还是很痛的。你们要珍惜，珍惜你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。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珍惜。珊珊，你好好休息啊，我们走吧。好，你慢点啊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你们等一下，我想问你们，培培的孩子是不是没了？我告诉你们，现在要是骗我的人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他的。我们这是去哪儿？你想去哪儿？我想去见培培。医生说培培身体还有些弱，需要好好静养，他回他爸妈那儿养胎去。我想去见他，立刻带我去见他。培培让我这两天陪着你。你们的孩子是不是没有？去见培培。你跟叔叔先到里屋去玩会儿啊。来，
佩佩，来，过来。佩佩，你的孩子是不是没了？没事儿，我跟莫奇还年轻，我们还可以再要。我欠你的。你欠我的还少吗？你这几年干什么？做什么？什么时候走？什么时候回？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。你把我当做好朋友吗？对不起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的孩子不会掉的。我真的该死，我怎么该死了？我真是，该死的是我，我太自私。自从你回来以后，我埋怨过你，我甚至怀疑你跟莫奇的感情，跟他吵，跟他闹，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。孩子，我跟莫奇还可以，可是你呢？你都这样，我也不能为你做什么。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莫奇陪你，哪怕是几天，因为你需要我。傻丫头，我不只是需要莫奇，还有哈哈，最重要的，我需要你。真的不舍得离开你们，我不想死，我想活着，我想看着哈哈长大，看着你和莫奇的孩子出生，叫我一声干妈。你说我得多美呀！哎呀，我有时候在想，我要早知道有今天，我那几年就不走了。我应该留下来，留在你的身边，跟你在一起，在一起聊天，在一起喝咖啡，在一起逛街。可我知道，我知道老天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所以陪我走完最后路的人是你们三个，缺一不可。那样的话，我将毫无遗憾地离开。幸福就在你面前。我想摸摸他。摸过他，就会幸福吗？会的。
常留恋。我越来越喜欢哈哈我妈妈，越来越喜欢跟你们在一起，一分钟都不想离开。怎么样？嗯，亲家母，你看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这个婚礼啊，就一定要往大了整，哎，要有大的这种气。哎，爸爸，我爸爸的意思啊是要非常大气，一定要大气。长田，我们得根据实际情况啊，咱们欠了那么多钱，一切从简吧。我那天呀、也就这么一说。小野啊，你和我们家田娃子的感情绝对是经过去考验的，我们相信你们两个绝对能够同甘共苦。我那天故意把我们老孙家说得那么惨，你都没有打退堂鼓，真是个好女娃子啊。你早说呀，这婚礼的钱你们老孙家出啊？我可是头回嫁女儿，我得要风风光光的。哎妈，怎么说是头回呢，还想二回啊？妈可我，哎，亲家，咱们再商量商量，你看在细节方面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？哦，鞭炮是要放的啊，要有响声，哎，要有喜庆。哎，亲家，这个不行，我们这儿有规定，不能放鞭炮，哼，扰民。扰民？这一辈子就结一盘婚，还扰什么民哟？扰民就扰他一回呗。不，爸爸，那个鞭炮。是不能放啊！哎，我们可以贴那个喜字，我们可以多贴一点，也是大气大气啊！哦，对，大门口、二门口、给单元门口、家门口，全都给它贴上，一路喜气洋洋的。大柱哥哥，这个喜贴我看你帮我贴一下吧。凭啥子要我贴啊？凭啥子要我去贴嘛？宝石哥哥，你闲着还不是闲着吗？你看我这不是正跟亲家母商量正事儿的吗？宝叔叔，这个还是要麻烦你去贴一下，而且你贴的时候看一下表啊，那个一定要双数的时候贴。谢谢啊，辛苦你了，宝石哥哥。哎，来来来，咱们去说。关于其他细节啊，我这儿就不多说了啊。哎，总觉得少了一点东西。哦，这个洞房门口啊，一定要贴这个喜帘，这个床上头啊，一定要挂这红罗帐。哎，这床上要有红缎、绿缎、绣被、过一床。哎，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对鸳鸯枕头。还有，床底下一定要铺红地毯。不。这些东西我们自己准备哈，自己准备。还有个细节，我得跟亲家商量一下。你看这次婚礼呢，主要请的都是我们女方的亲戚朋友，你们农村呢来的人比较少，这个礼钱呢也就是份子钱，我收。哎，亲家，这个婚礼钱我们来出，这个份子钱你来收，这恐怕有点不合适哦。我嫁女儿，那红包当然是我收了，那不然亲戚朋友看到了，那会笑话我的。哎，你们城里面都是这个规矩啊？怎么了？你不乐意啊？不，乐意乐意，爸，城里面就是这样啊。哦，亲家，你看婚礼啊，马上就要举行了，咱们得把话说清楚了。你看咱们是不是把那个婚庆公司的事儿再商量一下？我贴，我祝你们第三次插足。爹，啊，翠莲，
啊，这就是那个李志熙啊。看这小身板噻，哎，怕碰到个坏人都打不过哟。哎，你再看看那个长条啊，那个吨位大块头，哎，夯实的很哦。啊爸，别拉个脚，我害怕啊。爹，您怕啥呀？您呀害怕也晚了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我们已经翠莲，你们已经哪个了？哎呀，我们已经那个了。你是说你们已经那个了？爹，现在不是好多人都奉子成婚吗？俺们这算啥呀？哎照着海风吹着特梦幻。那傻丫头，咱就别做梦了啊，你找的是孙长田，要将就就别那么讲究，咱凑着嫁了就行了。妈，这怎么是将就呢？孙长田现在对我很好，我很幸福。你幸福我妈就高兴。小银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女人管家家才兴，你一定要掌握孙长田的经济大权，一定要管住他的口袋，男是靠女人管的。我知道。你别光说知道呀，你每天晚上都要翻翻他的口袋，看他身上有钱没钱。这男人身上有钱就犯事儿。还有，你和孙长田过上日子了，他爸要问你，你会洗衣做饭吗？会啊。你傻呀，你说不会。那老孙就不得认为我一无是处啊。你妈就是个活例子，跟你一样，
就知道逞强，啥也不懂得，还拍着胸脯说自己什么都会，结果呢，做了一辈子。好，行，那他们再问我的话，我就说我什么都不会。妈，你的幸福呢？哎呀，个鬼丫头，妈的幸福不得把你嫁了以后再做打算吗？行啊，老厂花，老了老了还有人稀罕呢。你也不错呀，过气模特，过气了还有人那么喜欢你。老钱，谢谢你，没大没小的。起来吧，老公。爸，快起来。不用，好好上一年级了，他自己会去的。什么不用？那么小的小孩，走走走走，来，我们去了啊！哦，别补了，挺好看的。年纪大了，提不上。那也好看。老婆，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？心情，我就觉得吧，咱们是不是比小颖的婚礼弄得有派头？让人家老孙家觉得，老婆，我这是第一次结婚，怎么想哭呢？别哭，你别哭，今是咱俩的好日子，哭干嘛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哭，甜蜜、激动的、幸福的想哭。从今往后，咱俩就是老两口了。我爱你。心上别老挂在嘴边上，我就说，我天天跟你说。喂？什么？出什么事了？妈，今天可不能出事儿啊！你笑什么？小颖怀上了，真的？小颖怀上了。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，素食餐馆终于走到了正轨，生意越来越红火，吃客爆满，尤其是节假日，定位的顾客应接不暇，大家都卯了劲儿的共同努力，
我和长田呢正谋划着开第二家店，我也还清了之前欠的所有的债务，终于能够没有任何压力的轻轻松松的生活了。还有一件让大家高兴的事，姚姚和翠莲都怀孕了，这两个女人真是有意思，只要一碰面就不该示弱，她们比美丽，比老公，比孩子，还真是应了那句话，不是冤家不聚头。哈哈已经把我跟莫奇当成了最亲的人，为了哈哈我跟莫奇商量，我哈哈最坏一些我们想要孩子，可是计划总赶不上变化，我又当上中队长了，心里既忐忑又兴奋。为了避免以后有孩子会更忙，我订了3张去法国普罗旺斯的机票，我特别期待这次浪漫之旅，希望不会再出现任何状况。喂，这儿妈啊，我们在路上啊。哎呀，不是去马尔代夫，去普罗旺斯啊。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家三口啊，是我们一家四口会好好的啊。我走了啊，拜拜。喂爸，对，我们在路上呢。行，队队直飞巴黎，行行行，我们到了以后会给你发短信报平安的。好嘞，再见吧。哎，后边的车那什么喇叭你们认识吗？不认识。媳妇，把手机关了，我就不信我出不了国。媳妇，直奔机场啊，快点！你干啥？怎么接电话呀？接电话呀！有我爸妈吧，走的肯定都能去了。再让我把头文字里原因重写一遍，好嘛？来吧，来接电话。哎，停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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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媳妇儿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别吓我呀，马尔代夫去不了，普罗旺斯也去不了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跑这么快干啥子嘛？有你的快递，寄信人。米维山，喜交加，尊而不在。